这就是矿区啊，啊，都是拿着一个小电筒，一个小锄头，每个夜晚都是通宵干活的，为了钱啊，也是要钱不要命的那种啊。啊？哎，好的。给他们记录一下啊。来看一下，这又是另一种模式啊，它不是悬崖边，直接就是填路的，直接就是倒在路上面，然后这些人就等着去捡啊。有些大胆啊，还没倒下来就直接飞上车上面去捡啊。看一下啊，那他们也怕倒出来一个大料子砸他们啊。阳光，这些人也不带怕的啊，那刚铲过去他们又跟着来了，他们也不怕那个在一个盲区也直接铲过去就行了。咱们现在来到的是木纳啊矿区夜市啊，是吧？表示夜市，
夜晚的矿区，这就是所谓的木纳长口啊。看一下，几乎就跟白天的也没啥区别啊。这车子好多啊，全部整坨都在排着啊，排着队到那个公司筛选过的料子啊。然后咱们来看一下，最下面看一下，下面几乎都是人。那富贵险中求啊，这就是所谓的。来看看，我去，这个悬崖很陡啊，很陡。这些人就直接就是在这悬崖上面找那个翡翠的啊。然后看看，那悬崖下下面也还有好多啊，好多人都在下面都在找。这下面是一个湖嘛，下雨的时候雨水就自然形成了一个湖，那下面都看不到，好黑，大晚上的看不到。挺危险的，反正这些是过来收料子的。面都有啊，还有那一面啊，那一面全部都是亮着的，那些夜晚的小星星啊，全部都是在找翡翠的人啊。我靠，那墙好灯啊，车子也不少，很多啊，这些全部都是公司上面挖了嘛，然后过来这边倒，只能借助个保神器啊，那夜晚神器啊，要不然啥都看不到。这下哥，我找到一个啊，来架，来帮他看看怎么样。大家看到你看吗？露娜的处女石刚挖出来，然后嘛，先让他研究一下看看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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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觉钟还是有点嫩啊，钟还是有点嫩。然后嘛，他要的价太离谱了，还了下价钱，没办法还下来啊，给他300块钱啊，他不卖，因为钟有点嫩嘛，虽然说是木纳的，有点嫩，然后他那个也不是豆色啊。每晚都是在这边努力的在找啊，来，你想想，车就到了嘛。
轮子都比我还要高嘞。这些卡车要怎么倒嘛？要倒到哪里去？以免伤到人。好，再转转看看有没有能再看到的是啊啥料理。那么大的卡车啊，又来倒一车。哎，就是这样。夜晚好。夜晚好，翡翠就是这样的了啊。然后嘛，喜欢翡翠的啊，玩翡翠原石的朋友们可以私信我，然后我就是小赵，咱这边就大家多交流哦。对，今天就先给你们更新到这里，好，咱们下期再见。观谷珠宝成立于广东，拥有国家注册商标，从事翡翠行业十余年来，坚持从缅甸矿区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，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精雕细琢，支持私人定制服务，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。观谷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，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美国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港澳台等地区有很高的声誉，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结缘观谷。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，那是您不了解翡翠。关注我的微信7887-2456，学习更多翡翠知识，判断翡翠的价值，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。买翡翠找观谷，微信7887-2456。观谷珠宝向您承诺，全场保证翡翠 A 货，送国检证书支持全国复检，可以淘宝交易，假一赔十，鉴赏期内不满意可以无理由退换。同等翡翠所售价格低于实体店的三折，可以随便对比。微信7887-2456。